身体暖身起来，因为就是好像那个车子你要开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一启动马上就开出去，你一定就是要让它，比如说那边暖车一下嘛。那像运动员他要做运动的时候，他就是要比如说做一些游泳之前一样是要做暖身，唱歌的时候一样要做暖身运动，就是你要先从我们刚开始一开始是做那个身体，不是一开始就马上唱，一开始是让身体先活起来。然后再来是让声音活起来，然后再进入歌曲的时候，歌曲自然就会唱得好。每一次都要练，看练长练短没关系，但是每一次都要练。对。